是谁？我是南山大王，放开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放手啊！给我走吧！放手！别说，放手！奥特曼，让我放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只要你敢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放手！可恶的怪兽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你如果不放手的话，我对你不客气。那又能怎么样？除非你是个虚伪的奥特曼，不在乎他的性命。奥特曼，救我！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奥特曼，如果你真在乎他的性命，那么你就自废功力，从此消失吧。什么？你这个卑鄙的怪兽！是。奥特曼，不要啊！奥特曼，原来你就是一个虚伪小人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正义的化身，让你自废功力，你都不愿意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你要先放开他。让我先放开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现在你先自断一臂。奥特曼，不要！好，我答应你。雷霆万钧，是，哇，哇，奥特曼，快走啊！不要管我。奥特曼，再自废一条腿。什么？雷霆万钧，哇，哇，奥特曼，奥特曼，你没有今天。奥特曼，给我去死！